营业执照怎么办理？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发给工商企业、个体经营者的准许从事某项生产经营活动的凭证。办理流程如下：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到市场监督管理所、工商所提出申请。验证机提取申请人身份信息和照片，阅读承诺书后签字确认。现场提供拟用字号，登记人员现场进行名称查询，确定个体工商户字号，打印登记申请和审核所需的全部表单，申请人对申请表单进行核对，签字确认后，登记人员当场核准，当场发照。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办理后，还需到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证、发票领购证，以便购买、使用发票。同时，还需到公安机关申请刻制公章、发票专用章等，以便经营中使用。